在这里屹立，在我们热爱的土地。如今战火弥漫着空气，再鲜血染红的大地，在被战争摧毁的家园里，又不愿提起的记忆。我们用鲜血捍国家，看所有生命的伟大，钢铁的身躯怎样的的信念，用生命守护着我的家。哎呀，兄弟们，兄弟们，兄弟们呀，哎呦，哎，这不是老钱吗？这不老钱吗？兄弟们，老钱，哎呀，怎么了你？老钱，哎，上个厕所咋上成这样了？一个小王八羔子把老子给打晕了，还把衣服给我换了，还顺走了老子的枪。什么？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对我们当兵的下手？对啊，哥几个什么时候吃过这样的亏啊？是啊，这可不是嘛。他上哪儿去了？我哪知道啊，他把我打晕了，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会不会是去镇上？有可能啊，走找他去。走走走走，来来来。老总，这饭菜你还满意吗？不错不错。这顿饭多少钱？哎呦，老总，能请您吃饭是小店的荣幸，哪儿敢跟您要钱呢？那不行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钱还是给的啊。还真没钱啊。这枪，把这枪抵押了，不不，换钱吧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拿着吧，老总，您还是把枪拿走吧。我一见着他就想尿尿尿啊。哎，尿不尿吧，把人枪给你了，抵押换钱啊。我走了。老总。老总，你慢走啊，有空常来啊。这可咋办呢？看啥呀，看啥呀，还不快把这鬼东西找地儿埋了啊，这可是祸根呐。就是小个子，没见的小子，他揍他。哎，来啊，拿剑，怕他呀，敢打我，上来，上上揍他，打他小子。揍这小子有两下子不成了吗？抓住我！
报告。带走。是是是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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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，快点，哎，走，哎，快走，走。就凭你们两个小丫头片子，带着十几个愣头小子，敢去闯虎啸山，活得不耐烦了吧？老爷，当时情况紧急，您又不在，哎，都怪我，怪我没有好好劝劝小姐。劝？你劝她能听吗？那个是个败家丫头，你呢，就是败家丫头的败家丫头，两个人都该被收拾。老爷息怒。眼下最要紧的呀是找到梅姑。要是找不到他们，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那我该怎么活呀？兵荒马乱的，上哪儿去找？我这钱是怎么修的？怎么生了这么个不省心的东西？谁呀？啊，小姐，谁胆子这么大，敢惹我爹不高兴啊？小姐，梅儿，是不是你干的啊？梅儿，娘，你可回来了。你把娘给急死了。娘，不着急不着急，我这不是平平安安回来了吗？是不是没事啊？那败家丫头还敢回来。小姐，太好了，你没事，我还以为你什么你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没事。嗯，来，娘坐下坐下啊，我扶您坐下啊，来坐着喝杯茶啊。爹，你也喝杯茶啊！你喝吧，我害怕你。呦呦呦呦呦，你这老头年纪越大，脾气越大，这不好。你看看你都多大了，跟你爹没大没小的，这么没礼貌。我，爹，女儿知道。女儿这次做的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过分，您别生气。我躲你远点儿。我怕你，行了吧？有话那边说去，站那儿。行了，梅儿。哎呀，女儿这次不容易啊。你是不知道女儿出去经历了什么，真的九死一生，差点就回不来了。我好不容易把命保住回来了，看到二老，结果我爹他，我爹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啊，娘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来这套，就会来这套。伤了吗？碰到你了，伤到你了。呦呦呦，我给你拉起来，看你哭的。我就知道爹疼我，知道我疼你，你会把爹气死的，知道吗？这么管你，还成这样。爹，要是不管你，你还不飞天上去了？不是不是，爹，你真是不知道我这次都干了些什么。女儿这次干了一票大的，我不光是杀了土匪，我还杀了几个鬼子呢。我跟你说，当时啊，就是手上人手不够，如果手上人手够的话，我一反手，那虎啸山就送给您了。嗯。送给我，虎啸山要是那么容易打，你爹我能等到今天吗？啊，嗯，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别惦记我的兵符。你呀，再怎么说，是个姑娘家，带兵打仗，哎，那不是长久之计。行了，好好的吧，乖乖的啊。哎呀，要是你哥哥能在。爹，这件事啊，我一直都很好奇。既然您这么不舍得儿子，当初为什么要赶他走呢？别说我烦心的事啊。没有儿子，有我，一样。你就知道爹爹最爱听什么，是吧？嗯。哎呀，真是爹爹的野小子。哎。爹，我先去收拾收拾啊，嗯，然后再来陪您二老聊天啊。快去吧。哎，捣蛋鬼。哎哎哎，怎么样，老爷？啊，这是礼物。你个捣蛋鬼！哎呀，站住！
都还捡起来，你扔掉扔掉。啊，好。哎呀，你说，我们怎么生了这么个不省心的东西啊？哎，你怎么生的？哎呀！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告诉我，你来宛平城什么干活？谁是你的联络人？动手吧，小鬼子！说宫本君，敌军任务失败，还会继续派出间谍来搜集情报。关于反谍还有治安工作的部署，你有什么好想法吗？我军刚占领宛平，中国人对皇军十分警惕，不愿意配合。如果把战斗力放在这上面，会大大削弱我军的力量。不如把反谍治安这个任务交给中国人。哟，可是我们去哪儿找合适的中国人呢？我们可以收编附近的土匪帮会势力，让他们组建保安部队。哟，宫本，这事就交给你去做了。是。带过，臭丫头，还我！哟，龙少爷，怎么还不好意思了呢？是不是哪个小子送给你的定情信物啊？是不是那个叫盛中豪的小子？还我！我说我就是对你太好了，你才没大没小的。过来，坐下。嗯，给我办件事。你说，帮我个忙。说，姐。找人打听打听，这个盛中豪和他的师弟师妹们到没到天津？我就说是那个盛中豪吧，还不承认，瞧你那担心的。你懂什么呀？做事情要有头有尾。你说他们要是都到了天津了，那咱们也不算是做了件好事吗？是是是，行吧，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准帮你查到。我春妮儿办事儿啊，就是放在碗里的驴肉火烧，稳稳当当。我看你像卖瓜的，而且还姓王。小的姓陈。行了，别贫了，赶紧收拾，收拾完吃饭了。好嘞。快点，走，快点，快，走，跟上。
那是我的剑，你看。快点，快点！你过来，过去，赶紧！你过去，武汉奸！我去你妈门祖宗！你给我过去！住手！孙子，爷爷告诉你，你就不是个男人。你要是男人的话，你就让他们把枪给放下，我跟你单挑。把他们拉回去。起来，走，过去，快点。兄弟，你别管。哟西，我得让你知道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军人。
跟他们拼了！不行，别他们跑了，把他们都杀了！走吧，走吧，杀了他们！听说日本人刚占领了宛平，正在收编附近的土匪柳子和帮会堂口，您说这日本人会不会南下？难说。日本人在中国这么多年了，这当中小仗大仗一直没断，但我总感觉这次日本人和以往不一样。我们呢还真得做点准备，说不定哪天日本人呢就打到咱们龙家集来了。行了，你先下去，注意打探消息。是，老爷。树根，少爷。爹，树根跟你说什么悄悄话？别过来，站那说吧。啊。哟，看你小气的。啊，不问不问不问啊。讲什么悄悄话呀？干嘛呀？给钱吃饭。又到外面吃去？家里不能吃。哎呦，我命怎么这么苦啊，好不容易捡条命回来吧，这亲爹还不给吃饭的钱。哎呦，好饿啊。行，捡条命捡条命，你一天活好几次了你都。行了，来给他拿钱。来，给我，我来。好。要多少啊？您看着给。哟，够了。行了，一块大洋还不够你吃的。没有了，去吧。行，一块就一块。哟，月叔，您这裤子都开炸了，你怎么还老爱穿呢？哪儿呢？谢谢爹。站住！哎。家贼难防啊！家贼难防。坚持住，玉轩，我实在走不动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什么时候才能到天津啊？快，我扶你到那边坐着，休息一下。玉环，我们迟早都会到天津的。
你在这坐会儿，我去给你买点吃的。李雪，不知道，不知道钟浩现在怎么样了？师兄他一定会没事的，你在这等我，我马上回来。别乱动啊！玉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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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坚持一下，玉环，你坚持一下，我马上去给你买吃的。卖馍喽，卖馍，我马上就回来，你坚持，等我。香喷喷的白面馍，卖馍喽！老板，这馍多少钱一个？四个铜板一个，这么贵？哎，如今到处打仗，物价飞涨，能不贵吗？跟你说吧，今儿个四个铜板能买一个白面馍，赶明儿个兴许还买不到呢。要几个？老板，我们是逃难的，只有两个铜板。能不能行行好，卖我半个？那可不行，没听说过一个馍还掰着卖的。老板，是这样的，我师妹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，就晕在那儿。你看能不能行行好？啊，给，拿去吧，不要钱。这哪行？哎。这个时候就别顾面子了，快拿去吧。谢谢，谢谢。行了，都是日本人给闹的，出门在外都不容易，快去吧。不好意思，老板，能不能再跟你要碗水喝？好，行。这是好事啊，是啊，小伙子。谢谢，不客气，快去吧。谢谢。玉环，来，你快喝点水。玉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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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钟浩，来，吃点东西，吃点馍，快，钟浩，钟浩，玉环。钟浩，玉环，钟浩，来吃点馍。我要叫钟浩。来，吃啊。来，玉环，玉环，馒头，快吃吧。馒头，快，馒头，慢点，别急，别急，来，喝点水。慢点，玉环，慢慢吃，慢慢吃。我要找钟浩，我要找钟浩，我要找钟浩。喝点水。慢一点。谁啊？请问这里是盖天长先生的家吗？是啊，您是？我叫盛钟豪，是从神泉来的，家父盛天泽是盖天长先生的同门师兄。哦，原来是盛少爷呀！啊，我是盖府的管家。啊，那是说他在家吗？盛少爷，请进来说话。好。
声上爷。嗯，去啊。好。做当官，梅姑娘长命百岁，嫁个郎君做当官。好，来来来，可以了，都过来，都过来，都过来，都有赏啊！我也要。啊、哦，都有的。哎，我别着急啊，都有的，都有的。一人一个小的，来，我也要来，哎，一人一个小的，你的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散了啊，可以了，散了，散了。散了吧。龙老九，我不是要派你去当兵了吗？你怎么又回来要饭了？梅姑啊，小的懒散惯了，吃不了那口饭。没出息的家伙，年纪轻轻好手好脚，就不干正经事儿，是不是？滚！哎，谢谢，以后不要出现在我面前。哎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哎呀，影响我心情。哎，梅姑啊，哎，小的家里刚刚摘的豆角，您尝尝鲜。哟，不错哎。梅姑，哎，这新鲜的李子，您拿回去尝尝。哦。真好，梅姑，您尝尝这刚炒的长莲子，哎，我最爱吃这个了。梅姑，你看咱们地里刚挖出来的花生，哦，不错不错，尝尝，不错不错。梅姑，这是咱家刚摘的青菜，哦，你拿回去尝尝。梅姑，家里的西红柿拿回去吃吧。哎，好，我拿，我的萝卜拿回去吃吧。啊，好，我都拿。新鲜的芹菜，您拿回去尝尝。好的，好，特别好，特别好。钱太少了，都拿出来，快拿出来，我都还给你们。上次还没还呢，啊？不是。下次一起还，啊，双倍，啊，双倍，哎呀，好了，都拿出来吧，你们自个儿记着数，到时候还你们。给，各位乡亲们，哎，大家做点小生意不容易啊，这些东西我全都要了，我包圆，来给钱。拿着吧，哪有拿，你们都是不给钱的，都拿着，都要给，拿着，没事的，哎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，是我们给你买的，给许家军就好了，拿着，谢谢梅姑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啊，梅姑啊，这是我们家百年老树上结的果子，可不常见，今年啊就结了这么两个，嗯，吃了可以延年益寿，小的特地来献给你和龙爷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我收着啊，妮子给钱。给我给钱，哦，梅姑，不要钱，您对我们家的恩惠已经太多了。那怎么行？拿人东西哪有不给钱的道理？不行，你不能走。怎么都值一块大洋，来，哦，收着。谢谢梅姑，是我呀，谢谢你的苹果，谢谢啊，谢谢梅姑，谢谢啦。哎，嗯，特别香，你闻闻，香，还你，真是小气。盛少爷，管家，我师叔正值壮年，也没有什么毛病，他怎么会突然间就死了？哎呀，要怪就怪老爷戏唱得太好，太招人了。这怎么说？老爷在天津卫那是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
但凡有登台唱戏，那是万人空巷，一票难求啊。这几年赚了一点钱，还开了戏院，本来就打算就此谢幕了，颐养天年。哎呀，谁知祸从天降啊。这开个戏院怎么会惹上祸呢？一个月前日本人打进了天津，好在老爷把夫人少爷都送回了老家，他自己舍不得放下天津的产业没走。日本人来后杀了很多人，老爷想走也走不了了。这帮日本鬼子怎么到处作恶？是啊，还有很多汉奸也帮着作恶。有个保安队长外号叫狗包子，逼着老爷去日本人开的祝捷大会上唱戏，老爷不肯。老爷对我们说，我是中国人，去日本人的祝捷大会上唱戏对得起祖宗吗？师叔真是深明大义，是我们中国人的典范，真英雄。哎，狗包子一再相逼，老爷无奈之下吞炭毁喉，表示绝不做日本人的奴才。哎呀，狗包子见老爷不能唱戏，就在客厅开枪打死了老爷。老爷死了，下人都跑了，就我一个人给老爷收尸。这可恨的日本鬼子，可恨的汉奸。对了，这最近有没有人到我府上？啊，老爷得罪了日本人，谁还敢来呀？没有。是这样的，我还有一个师弟和一个师妹，他们本来打算跟我一起到天津投靠师叔的，没想到半路上就遇到了日本鬼子而失散了。他们还没有来吗？没有。没有？怎么会呢？这兵荒马乱的，父子不能相保。盛少爷，天津住满了日本人，不是久留之地，你还是走吧。是，我是会走，但我还有一件事没做。对了，管家，有件事情我想拜托你，如果我的师弟还有师妹他们来到这里，你收留他们在府上，你告诉他们我要回老家一趟，去神泉镇。你要回老家？对，我要回老家重振我们盛家班。当年我爹带着盛家班就是从神泉镇那里出来的。好，好，只要他们来我一定转告。好，那就麻烦你了。啊，喝一杯。哎，来来来来，干。这是天津发来的通缉令，要求附近各县协助捉拿此人，还请蒋司令派人严密搜查。好。呀，这不是盛忠豪吗？这不是他呀，是这个盛家班盛天泽的儿子，少班主，是练武生的。我这肚子上的伤就是他给我弄的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我和他比过武，我看功夫还不错。那您这武比得怎么样？让他逃跑了。告诉你，他逃不出我蒋有才的手心，只要我逮着他，我把他大卸八块，为您啊出这口恶气。不，你抓住活捉，我还要再跟他比试一次。哦，来来来来，喝酒喝酒喝酒，来。哎，狗哥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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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来一杯吧。哎，倒酒，满上。狗哥，恭喜你高升，兄弟我敬你，就冲兄弟这番心思，从此以后
只要有我苟某锅里的，就有剩在碗里的。来，干！来，狗哥，狗哥，哎，狗哥，干！嗯，哎，吃菜，来来来，吃吃吃。